肖战、杨紫心系余生，请多指教。主演海报首度曝光，8月15日，备受粉丝期待的新剧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正式官宣主演阵容，由杨紫、肖战主演，讲述了音乐系大三学生林之孝因父亲生病住院，与父亲的主治医生顾卫浪漫邂逅的故事。有主见、有梦想的个性大提琴手和外冷内热的温柔医生，这个人设和配置你期待吗？